点解？我啊，为咗引开青城派嗰只咁嘅啲人啊，买一半都放低咗佢咯。而家我都唔知佢喺边个。哦，咁呢件事都唔怪得你。不过你知道嘛，其实你咁样做系好危险。万一你落喺青城弟子手上，你家爹点算？ 系啫，但话晒件事啊，都系因为你而义气噶嘛，我又点可以坐视不理嘅啫。就系因为咁，阿爹先冇怪你。不过记住啊，以后做事唔可以轻举妄动，知道嘛？知道啦，爹。师傅，而家林氏夫妇仲喺青城派嘅手上边，我哋需唔需要救埋佢哋？呢件事关乎福威镖局同埋青城派嘅恩怨。 师傅，佢哋分晒未？弟子睇过晒，小师妹同埋其他师弟个房了无动静，相信瞓咗。你跟随为师去一个地方，去边度啊？师傅，福威镖局。你咪话福威镖局啲人走晒嘅，点解里边有灯光？弟子都唔清楚。 莫非林平之个小子咁大胆走翻嚟？好清楚啲啊！喂，入去同我手。沧海嚟咗。 守个晒，但冇任何发现，所有窿窿罅罅都守稳晒，但系都发现唔到嗰本珠宝。咁姓林嘅，将满辟邪剑簿带响身边。你听住，将屋嘅内外重新守一次，不准有丝毫嘅遗漏。系师傅，跟住同我手。阿爹啊！ 你好偏心啊！咁带件事你都唔带埋女儿一齐去嘅？同埋你去，今日盏城市不足败事有余。唉，真系估唔到青城派今次搞到咁大件事，原来就系为咗嗰本咁嘅辟邪剑谱啊！师傅啊，睇嚟青城派嘅余掌门对本辟邪剑谱都好重视，竟然亲自由四川咁远嘅地方嚟到福州。因为当年余沧海嘅师傅。 就拜喺林远图嘅辟邪剑法之下，所以睇上嚟余沧海对辟邪剑谱系志在必得。不过可惜啊，佢今次徒劳无功，攞唔到本辟邪剑谱不特止啊，仲赔上埋佢嘅仔条命。呢种咧就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啦。真系估唔到嗰姓余嘅，居然咁灭绝人性噶，为咗本剑谱，居然做出啲咁下流嘅事。 阿爹啊，你今次一定要替福威镖局主持公道至得噶。咁当然，虽然福威镖局同我哋冇乜来往，不过我哋华山派系合议中人，所以呢件事当然唔可以坐视不理。咁我哋一于上青城派，要姓余嘅加翻林氏夫妇出嚟啦。好啊，唔得，你哋几个仲要赶去衡阳参加刘正峰师叔嘅金盘洗手大典，所以绝对唔可以轻举妄动。但系得啦。 阿爹有分数，得咯，你同埋佢哋几个赶去衡阳同冲儿会合，记住，绝对唔可以轻举妄动，知道嘛？弟子知道。咁阿爹你呢？为咗顾全江湖道义，阿爹要先行一步，沿途打探下林氏一家嘅下落。
佩爷，你知唔知江洋大盗都系由贼仔演变而成噶？而贼仔第一次偷嘅嘢，亦往往只不过系几粒龙眼荔枝之类，由小而多，最后泥足深陷，无法自拔。大丈夫一定要立定主意做人。我林平之堂堂男子汉，宁做乞儿，不作盗贼。唔得留翻嚟俾你勾佬啊！你讲咩勾佬啊？话你勾佬咯，琴日唔见到个鸡，一定系你偷到俾个奸夫嘅。你讲咩？你唔好走啊！走开啦！你死佬，你衰佬，你走啦，唔好翻嚟啊！死佬，你唔走啦，走啦，你唔好翻嚟吓！你再走啊！死佬啊！跟咗几廿年仲话我勾佬，哎呀，你咩人嚟噶？鬼鬼祟祟埋喺度做咩啊？呢位大婶啊，咩叫我大婶？我家好老啊？唔系，阿大嫂啊，唔知你可唔可以施舍啲冷饭菜汁俾我咧？我已经两餐冇食过嘢噶啦。你想乞死？还睇点睇你唔似乞衣啦，切贼就差唔多。唔系啊，我冇偷到你啲鸡噶。哦，你冇偷到之外，唔见一只鸡，你都算衰啦！偷咗只鸡，仲要俾个细佬又打又闹。信唔信拉落去报官啦？嗱，唔系，你信我啊！我真系唔系贼嚟噶。哎呀！抵死啊！抵死啊！仲贼做到你咁样算折堕咯？喂，你唔好走啊！见你好眉好貌，青靓白净，可怜你咋？好心你生下性啦，咪俾人自己好样，好食懒飞。喺重振福威镖局，即使再艰难羞耻嘅事，我都一定要咬紧牙关，忍辱负重。我绝对唔可以令阿爹同埋娘亲失望。老板啊，唔知可唔可以？冇啊冇啊，走啊，冇得施舍啊，过住啊过住啊。老板啊，都话冇得施舍咯，你嗰啲善堂咩？走啦。唔系啊，老板，
我想嚟打聽一下福威標局嘅南昌分局點樣去。福威標局幾日前呢場大火燒曬啦，你問嚟做咩啊？標局俾火燒咗，咁啲人咧？我點知啊？或者燒唔死都走清光啦。走啦，拖咗我做生意。连呢个分局都俾人烧埋，咁点算？小兄弟，小兄弟啊！我睇你个样子，一定系好肚饿噶啦。啲馒头你拎去食啊！多谢。今年头啊，真系唔知撞咩邪，间标局又突然间俾火烧。仲連累埋左鄰右里十幾間屋都燒清光添喎！啊係咧，小兄弟，你揾標局啲人有事啊？係啊，你係咪有佢哋下落啊？下落咧我就冇，不過我聽聞福威標局喺第二度都仲有幾間分局添㗎，你可以去第二間問下，話唔定佢哋去咗投靠第二間咧。係喎，仲有第二間。要即刻睇新闻女王，梗系要去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费 download 啦！